哎，走路走边边要看精彩节目，看这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今日上好康节目看得到，予你高到太阳换一手看袂到，予你心肝头的真爱叫，先来先看，慢来减看一半，慢一步徛无路，傻傻都看无。欢迎各位收看着咱下晡创意布袋戏，小猪出山，嗨。金光万道，水气千条，武功阿爸要上面，小猪出现了。就在这个时阵，小猪出现，自动飞剑飞行在空中的地界。哦。强强棍，乌鱼叉米棍，空中飞扬在这个地界，这个天地混动中，一碗暗无光目。奇怪，我师傅奈去我无去，师傅到底是走对倒位去？敢会是我迄个飞剑伤大力，甲师傅拍一个受伤安尼？师傅啊，你是走对倒位去？啊！来了。师傅啊，啊这是什么物件？来给我忘掉嘞，我拢袂顶袂动呢。小猪，我前的当中千万唔通轻敌。方才你甲我决斗，你就是伤过轻敌，而且离处。吼、哦，师傅啊，安尼我知影，我知影。现此时你的功夫已经成功了。你会当准备下山离去，维持和平甲正义啊！师傅啊，啊不过哦，我功夫嘛是袂当赢你呢。哈哈，我是你的师傅啊！我若是和你打败，是要安怎教你功夫呢？切记，下山之后一定爱专心维持天下和平。哦，那呢？我小猪怎样？我离开，请了。哦，师傅的功夫嘛是比我较厉害呢。安尼好，安尼好。既然师傅讲我会当下山啊吼，而且学四年的功夫，我即马要回来啊，准备回来故乡做伙回来去。嘿，挂做生理爱好天，每工拢赚乌心钱。遐恁大家有三万啊，无三万？啊，无熟悉我自我介绍啊，怪哥叫做真爱钱，单单听我的名就知，真爱钱就对。遐呢哦，踮在这个台北城所在，伫咧做生理，遐平常时啊。拢串赚一挂乌心钱，迄、那个卖面吼，一碗甲念一束啦，啊，这饼甲添一束啦，安尼要赚钱，唔才有机会。我来哦，我来哦。嘿嘿，头家你好，啊，人客官你好，啊，请问一下要食什么料理哈？啊，你这有咧卖啥？哦，应有尽有，吼、哦，看是要爱食饭啊，爱食面。安尼好哦，用有情有，啊那安尼我要点你爱注意听哦，哦安尼你注意听哦，我来甲听看卖你要食啥，我要食这个萝卜水鸡虾啊炒牛蚶牛油掺啊韭菜球白鱼锅底水母红带六碗醋六碗菜，搁甲拌落澎澎派派啥？哦，
啊，你一个人我都食这济哦。哦，我这这算乱酸的尔咧，啊，哪里好？冒死啊，冒死啊！今仔大船入港，安尼好，我先来个船呢。哎，过来呀，过来呀！来，人客看，你点的料理伫遮？嗯，头家，安怎？你怪怪呢？啊，是安怎怪怪？无啊，啊，你去看，你的菜单顶面的相片吼，拢画到遐尼大，啊啊，迄旁来看一碗羹尔尔，啊，你唔捌啊？即摆吼，餐饮业要国际化，咱要。International， 所以吼，咱得爱行这个国际路线，少量精致啊。嗯，啊啦，安尼都图文不符哦咧。没啦没啦，你甲食看卖，稳当袂歹就对啦。啊啦，安尼我甲食看卖。喂，啊无你先啦，你先啦。啊，无甲规涂骹垃圾鬼，你安尼我要甲你收清洁费哦。无啦，头家，伊咪。那味怪怪呢？啊，那怪怪，我一个味歹，味歹，味你乌白讲哈！我咧正本的生理人，和你安尼讲来到第生理敢通做了？袂用得咯，你若安尼吼，袂使袂使，我一定爱想一个办法。啊，若无，你安尼等于咧欺骗消费者，啊，你啊乌白讲话哈！我这正当的生理人，你甲我讲安尼，卖差来了，来了啊！你也是安怎？我经过伫你外口面的所在，安尼吵吵闹闹，吵袂停呢。啊，小伦大人，你都唔知啦，这颗低头啦，讲吼，我呢图文不符，欺骗消费者。啊，我是一个正正当当的生理人呢，来这咧甲我乱，你甲看，迄面条啊，无甲规涂骹甲，来这甲闹场。我甲看一个详细，哎，安尼有影，涂骹面条无甲规个，看来你这个猪头要来闹场，所言无差，也那安尼啊，我着爱依法甲你处理，修理各国，整理关关，好。回收回收，紧走紧走！哎呀，啊无张无地啊！你回收，我看这声我都无走，这声都害了了，害了了，无钱阁会加回了啊！是谁在底下回？是谁在给我引？我来啊，我来啊！好、哦，你这个戆猪头！咋会？你来骂我戆猪头？你都唔知呢？哈，你去的迄间吼，这间面摊是阮家出名的乌店呢。啊，你走去乌店吃遐济物件吼，只乎伊讲番啊，嘛是拄啊好尔尔。你外地来的吼？不是啦，我不是外地来的啦，我吼是回来故乡呢。是哦，哈、啊，当时也是安尼，莫怪你唔知。啊，是安那吼，这乌店生理人拢无政府咧甲因管，啊，拢安尼欺骗消费者。哈、啊，你都唔知啦，因为吼，咱这四年来台湾有山海呢。啊，是啥物山海？第一海吼。就是政府做官领导真失败，任由地方乌白来。啊，那是第二害吼，就是私人官僚牛毛多，有私单位踢卡球。啊，第三害呢？第三害就是黑心厂商满街跑，食品建筑没养好。吼、哦，啊，想袂到
我当然离开四年娘娘，这个所在变化这么大哦。哦，别想那么多啦，啊，既然你回来吼，啊，也赶紧回去。就是讲吼，啊，我都找无回去的路啊。那四年来变那么多，我都不知道阮家现在在哪里啊呢。啊，你别紧，你嘛哦，天色渐渐暗，安尼啊，咱大家互相斗三工，你来阮家大一暝安怎？哦好哦好哦，啊那安尼就真感谢呢。你叫什么名？我叫小虎。哦，你胆小袂歹哦。不是啊，我意思是讲我叫做小虎，啊我有姓呢，我姓黄，所以我叫做黄小虎。哦，当时也是安尼哦，啊那安尼小虎你就带咯。安尼好，对我来呀、啊。就是这个所在。啊！哦，这你是咧钓狗哦？阿贤呐，看到阮兜安尼皮皮喘。无咯，你讲做恁兜？嘿啊！啊，这四年前就无人咧住啊，啊，所以吼，我拢偷偷啊，甲带你来内底面你咧。无啦，我做阮兜呢。啥？做恁兜？你太有可能。真的啦，你甲看，啊，阮兜哦。迄顶关迄个猪头是咪甲我生做一模一样？哟，有影呢，真正是一模一样呢。嘿，啊有影就对，这四冬你拢无伫咧遮吼，莫怪啦，你拢唔知影。啊，哪会变安尼？是安怎？阮家会去用大风调，到底是啥物原因呢？原来这就是恁家啊！哈哈哈哈哈哈！正是风了好，天咧助我啦，哈！拄只予你走去，暂时阁予我抓牢的，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又阁是你，啊无啊，你到底是对阮家创啥？哪有创啥？啊，都替恁家来起面摊的分店尔尔，拄啊好你囡仔嘛伫遮咧，真正是天时良机。呀，那呢，我都替予你看，你讲，咦？莫遐尼激动啊！人阮政府甲财团拢是经过合情、合法、合理的程序，这个建案已经拖四年，嘛差不多要叮当咯。只要用餐饮业来带动经济，安尼大家才会大赚钱啊！你袂见笑，你根本哦无甲人民的安全放伫心肝内，拢当咱甲插乌心的生理人斗三工，这敢是你该做的哟？大家若是公文体来挂到邓音啦，啊，所以你真正是非常的无礼貌啊！即马搁安尼大细声，真正是你安尼卖恶心的食品哦，这是无礼貌。我若无甲你修理，我都唔是小猪超人了。俺这是小等一下，你要把小虎创啥？赶紧给放开！你安尼就唔对咯，恁妨害公务，依法爱甲恁抓去依法办理，真正是有够可恶！你若阁想讲话，等下你的好朋友就真歹看哦。来人啊，甲因拖落去！我无想要看到因咯，稍等一下。当时啊，就是小英弟来呀。小伦，你要哪会当用经济武力手段来逼人民妥协的？人我这是咧执行公务，你都莫甲我阻止，也那无啊。你安尼强化我是无路用，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来为台湾人民出力。
但那出一支嘴，佫真够讲。佫再来，我都袂用讲的，而且佫做予人民看。现在，请你放开这两位少侠。安尼好，既然你都开嘴了，我就暂时放过恁，请。小英大人，安尼大驾光临了，呀，有眼不识泰山。安尼好，我请两大人吼。来我这个小面馆，我准备好吃的料理，给你款待一下。真爱钱先生，小机会接到真多民众的通知，说你贩卖不实的商品，欺骗消费者，所以你也是一个恶心的生意人，准备等待人民的愤怒跟制裁吧。小英大人啊，小伦啊，救人啊！两位小姐如何称呼呢？啊，我吼就是叫做飞天小猪了。啊，我黄小虎，四个吼在讲大人讲。小猪、小虎，这摆非常感谢恁拖住乌心手上的行程，予我有时间能伫处置证据，为这个乌心食品一网打尽。嘿嘿嘿嘿嘿嘿，啊，就讲嘛，人我小虎出马吼，无虾米代志是未解决的呢。即马吼已经除了一害，啊，唔过吼，除了一害还有两害呢。啊，拄只小伦甲伊个乌心生理人拢走啊，也唔知影佫会做虾米代志呢。免烦恼，我就是要来为人民解决这个问题。严哥，只有我一个人。力量无法度打败车轮党，守护人民的福祉。因此，我希望咱会当团结一心，做伙为人民的生活把关。安尼好，吼、哦，我是上山吼，学功夫四当，学一身的好功夫，就是要来造福人群。小英，我愿意成为你的力量。阿爸吼，伊孙娘，安怎？啊，我也无啥物专长，但来做工，安尼敢无咱会用钱？当然会用钱，只要是住伫台湾这块土地，无论你是啥物人，咱拢是一家伙人。如今咱面对食安问题、劳工问题、土地正义、性别议题，所以咱就爱团结一心，透过人民力量。做回来改革这个政府，我会愈做愈好。只要你愿意加入阮，安尼好哦。啊，那呢，我愿意加入你。啊，不过吼，我会当创啥？我甲你讲啦，咱一个人的力量拢真微薄。啊，不过大家拢团结伫身躯边，众人团结在一起，力量就会很强大哦。无唔对，小猪讲了无唔对，各位。唔通忽视手中的力量。1月16日，为自己的家乡投下神圣的一票，一人一票，点亮台湾，予你家乡真正幸福。安尼好，咱就来号召着武林中这正义军杰，做回来点亮台湾。小英主席已经来号召着武林中所有正义的军杰，要同齐来点亮台湾咯！新政府出现，要来协助着小英主席，要来对抗无能领导。第二期新政再度就发生啊！射向武林失职的政府，哈！第三期新政再度上演，就要来对付着无良心的黑心商人。
哇！另外这边面的所在，这边面小猪超人抓到小猪家族，要做回返乡投票，号召青年朋友回到故乡，投下神圣的一票，让我们点亮台湾，一派革新，国会过半。谢谢各位的欣赏，谢谢。